孙子兵法第一章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第一章，史记第一。孙子曰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今之以武事，孝之以祭，而所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危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至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取智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孝之以祭，而所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，将孰有能，天地孰德，法令孰行，兵众孰强，士卒孰练，赏罚孰明，吾以此之胜负矣。将听无忌，用之必胜，留之；将不听无忌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忌立以听，乃为之事，以左其外。事者，因立而治权也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易而劳之，轻而离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少算，而况于无算乎？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第一章完。孙子兵法作战第二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《孙子兵法》作战第二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持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交期之财，车甲之俸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其用战也胜，久则顿兵挫锐，攻城则力绝，久曝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顿兵挫锐，绝力单获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文拙速，未独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力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之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。善用兵者，亦不在籍，粮不三载，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；近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秋役，力绝财单，中原内需于家。百姓之费食去其妻，公家之费破车匹马，甲胄石弩，戟盾蔽弩，丘牛大车，食去其六。故智将务食于敌，食敌一钟，当无二十钟；其杆一弹，当无二十弹。故杀敌者怒也，取敌之利者祸也。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耕其旌旗，车杂而成之，足善而养之，
是为胜敌而益强。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故知兵之将，明知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作战第二，完。孙子兵法，谋攻第三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谋攻第三。孙子曰：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族为上，破族次之；全武为上，破武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修鲁焚温，聚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；聚阴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愤而以复之，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。必以权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故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服将者，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必强，辅细则国必弱。故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：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迷君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，则军事惑矣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事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知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愚待不愚者胜，将能而君不欲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谋攻第三结束。孙子兵法，军行第四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军行第四。孙子曰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守也，可胜者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利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志明，无勇功。故其战胜不特，不特者其所措必胜，胜以败者也。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
败兵先战而后求胜，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兵法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若以义称诸，败兵若以诸称义。胜者之战名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行也。军行第四结束。孙子兵法，兵式第五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兵式第五。孙子曰：凡治众如治寡，分数是也；斗众如斗寡，行名是也。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其政是也。兵之所加，如以断头卵者，虚实是也。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其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更生，四时是也。生不过五，五生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战事不过其政，其政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其政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积水之极，至于漂石者，是也。治鸟之极，至于毁折者，竭也。是故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，势如阔弩，节如发机。纷纷云云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行圆而不可败也。乱生于智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智乱数也，勇怯势也，强弱行也。故善动敌者，行之，敌必从之；与之，敌必取之；以力动之，以足待之。故善战者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，故能视人而任事。任事者，其战人也如转木石。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威则动，方则止，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事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是也。兵式第五结束。孙子兵法，虚实第六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虚实第六。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，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治人而不治于人。能使敌人自治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治者，害之也。故敌义能劳之，保能击之，安能动之。出其所必趋，趋其所不易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
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。故能为敌之司命，进而不可御者，充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不欲战，虽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知也。故行人而我无行，则我专而敌分。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敌寡。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，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。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；不知战之地，不知战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。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？以无夺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异于胜哉？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斗，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后之而知动静之理，行之而知死生之地，矫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故行兵之急，至于无形。无形则身见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因行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。人皆知我所以胜之行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行。故其战胜不复，而因行于无穷。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下，兵之行必实而积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。孙子兵法，虚实第六，完。孙子兵法，军争第七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子兵法，军争第七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和君聚众，交合而舍，莫难于军争。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，此之迂直之计者也。军争为利，军争为危。举军而争利，则不及；伪军而争利，则资重捐。是故卷甲而趋，日夜不处，
背道兼行，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，进者先，疲者后，其法十一而治。五十里而争利，则决上将军，其法半治。三十里而争利，则三分之二治。是故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伪机则亡。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御交；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故兵以诈利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支如阴，动如雷震。略相分众，扩地分利，悬权而动。先知迂直之计者胜，此军争之法也。君正曰：言不相闻，故为之今古；事不相见，故为之今奇。夫今古今奇者，所以益民之耳目也。民既专一，则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此用众之法也。故夜战多筋骨，昼战多筋奇，所以辨人之耳目也。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华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保待饥，此治利者也。无妖正正之奇，无机堂堂之臣，此治变者也。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阳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耳兵勿食，归师勿遏，为师宜缺，穷寇勿破，此用兵之法也。军争第七，完。孙子兵法九变第八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九变第八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和君俱和，犯地无舍，渠地合交，绝地无留，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徒有所不由，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故将通于九变之力者，知用兵矣。将不通九变之力，虽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治兵不知九变之术，虽知武力，不能得人之用矣。是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，杂于利而物可信也，杂于害而患可解也。是故取诸侯者以害，益诸侯者以业，取诸侯者以利。故用兵之法，
无事其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。无事其不攻，事无有所不可攻也。故将有五威，必死可杀，必生可辱，愤怒可侮，廉洁可辱，爱民可烦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。负君杀将，必以五威，不可不察也。九辩第八，完。孙子兵法行军第九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行军第九。孙子曰：凡处军相敌，绝山一谷，士生处高，战龙无登，此处山之君也。决水必远水，克决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渡而击之利，欲战者无伏于水而迎客。士生处高，无引水流，此处水上之君也。决赤泽，为急去物流，若交军于赤泽之中，必依水草而备种树，此处赤泽之君也。平路处易，又备高，前死后生，此处平路之君也。凡此四君之力，皇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凡君好高而恶下，贵阳而见阴，养生而处实，君无百疾，是谓必胜。丘陵堤防，必处其阳而右备之，此兵之力，地之助也。上雨水流至，欲射者，待其定也。凡地有绝涧，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堑、天隙，必急去之，勿近也。勿怨之，敌近之；无迎之，敌备之。军旁有险阻、黄井、蒹葭、小林、易会者，必谨复所之，此伏坚之所处也。敌近而近者，视其险也；远而挑战者，与人之近也。其所居易者，利也；种树动者，来也；种草多障者，宜也；鸟齐者，伏也；受害者，伏也；陈高而锐者，车来也；卑而广者，徒来也；散而挑打者，交财也；少而往来者，迎君也；慈悲而备者，进也；慈强而进趋者，退也；轻车先出居其侧者，臣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奔走而陈兵者，欺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；战而立者，击也；急而先引者，可也；见利而不进者，劳也；鸟疾者，虚也；夜呼者，恐也；君扰者，将不从也；惊其动者，乱也；戾怒者，倦也；杀马肉食者，君无粮也；悬坠不反其射者，穷寇也；谆谆兮兮，徐于人言者，失众也；数赏者，窘也；数罚者，困也；先报而后畏其众者，不矜之至也；来猥亵者，欲休息也；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和，又不相去，必谨察之。兵非贵，亦多也；唯无武进，足以并力料敌，取人而已。夫唯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；足未侵而伐之，则不服；不服则难用。足以亲抚而伐不行，则不可用。故和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令速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；令速不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。令速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
行军第九，完。孙子兵法，地形第十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地形第十。孙子曰，地形有通者，有卦者，有知者，有爱者，有贤者，有远者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通。通行者，先居高阳，立良道，以战则立。可以往，难以反，曰卦。卦行者，敌无备，出而胜之；敌若有备，出而不胜，难以反，不利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知。知行者，敌虽利我，我无出也，隐而去之，令敌半出而击之利。爱行者，我先居之，必迎之以待敌。若敌先居之，迎而勿从，不迎而从之。险行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。若敌先居之，隐而去之，勿从也。远行者，势君难以挑战，战而不利。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凡兵有走者，有驰者，有陷者，有崩者，有乱者，有北者，凡此六者，非天地之灾，将之过也。夫士君以一击十，曰走；足强力弱，曰驰；力强足弱，曰陷。大力怒而不服，遇敌对而自战，将不知其能，曰崩。将若不言，教道不明，立足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将不能料敌，以少合众，以弱击强，兵无选锋，曰北。凡此六者，败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至胜，即险隘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为民是宝，而立于主，国之宝也。士卒如婴儿，故可以与之复身息；士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能治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知无足之可以击，而不知敌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。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无足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。知敌之可击，知无足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，胜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动而不迷，举而不穷。故曰，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孙子兵法，地形第十，完。孙子兵法，九地第十一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九地第十一。孙子曰，用兵之法，有散地，有轻地，有征地，有交地，有渠地，有众地，有犯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。
诸侯自战其他者为散地，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，我得义利彼得义利者为征地，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。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渠地，入人之地深被成邑多者为众地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泛地，所由入者爱，所从归者迂，彼寡可以积无之用者为为地，及战则存，不及战则亡者为死地。是故散地则无战，轻地则无止，征地则无功，交地则无绝，渠地则合交，众地则略，泛地则行，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视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足离而不及，兵合而不齐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敢问敌众而整将来，待之若何曰？先夺其所爱，则听矣。兵之情主速，趁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凡为客之道，深入则专，主人不克，略于扰也。三军足时，谨养而勿劳，并弃激励，运兵计谋，为不可测。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世人尽力。兵势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固，深入则居，不得已则斗。是故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约而亲，不令而信，尽降去夷，至死无所知。无事无余财，非恶祸也，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涕沾襟，眼卧者涕交颐，投之无所往，诸贵之勇也。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，率然者长山之蛇也，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？曰可。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。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是也，其勇如一，正之道也，刚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故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将军之事，静以忧，正以治，能于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益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。益其居，迂其途，使民不得虑。率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，率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，若趋群羊，趋而往，趋而来，莫之所知。据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谓将军之事也。九地之变，屈身之力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也。凡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。去国越境而失者，绝地也。四撤者，渠地也；入深者，众地也；入浅者，轻地也；被故前爱者，为地也；无所亡者，死地也。是故散地无将依其志，轻地无将使之属，征地无将趋其后，交地无将紧其手，交地无将固其节，渠地无将紧其势，众地无将济其时，泛地无将尽其途，为地无将塞其缺，死地无将视之以不活。故兵之情，为则欲，不得已则斗，过则从。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御交；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行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，不能得地利。四五者，一不知，非霸王之兵也。
夫霸王之兵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和。是故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则其城可拔，其国可恢。师无法之赏，玄无政之令。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，犯之以势，勿告以言；犯之以害，勿告以利。投之亡地，然后存；陷之死地，然后生。夫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。故为兵之势，在顺降敌之意，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，是谓巧能成事。是故正举之日，宜观蛰伏，无通其使，立于廊庙之上，以诛其势。敌人开合，必急入之，先其所爱，威之与期，见末随敌，以决战事。是故使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惧。九地第十一完。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。孙子曰，凡火攻有五：一曰火人，二曰火机，三曰火资，四曰火库，五曰火队。行火必有因，因必速聚。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。时者天之造也，日者月在机，必易枕也。凡此四秀者，风起之日也。凡火攻，必因无火之变而应之。火发于内，则早应之于外。火发而其兵进者，待而勿攻，及其火力，可从而从之，不可从则上。火可发于外，无待于内，以时发之。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，昼风久，夜风止。凡军必知无火之变，以束守之。故以火左攻者明，以水左攻者强。水可以决，不可以夺。夫战胜攻取而不堕其攻者凶，命曰废流。故曰，明主虑之，良将惰之，非力不动，非德不用，非威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攻战。合于力而动，不合于力而上。怒可以复喜，运可以复说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主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火攻第十二完。孙子兵法用剑第十三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用剑第十三。孙子曰，凡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俸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万家。相守数年，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绝路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非明之将也，非主之佐也，非圣之主也。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向于事，不可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故用剑有五：有阴剑，有内剑，有反剑，有死剑，有生剑。五剑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谓神迹，人君之宝也。
相见者因其乡人而用之，内见者因其官人而用之，反见者因其敌见而用之，死见者为狂士于外，令无闻知之而传于敌见也，生见者反报也。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见，赏莫厚于见，事莫密于见，非圣贤不能用见，非仁义不能使见，非微妙不能得见之时。危哉危哉，无所不用见也。见事未发而先闻者，见与所告者兼死。凡君之所欲击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、夜者、门者、舍人之性命，令无见必所知之。敌见之来见我者，因而立之，倒而舍之，故反见可得而用也。因视而知之，故相见、内见可得而使也。因视而知之，故死见为狂士，可使告敌。因视而知之，故生见可使如期。吾见之事，主必知之，知之必在于反见，故反见不可不厚也。昔殷之兴也，伊之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故明君贤将，能以上智为见者，必成大功。此兵之要，三军之所恃而动也。孙子兵法全书录完。